不过说真的，在我们还没来当兵之前，我听我部落的主灵说，在这里啊，半夜睡觉的时候，会听到那种踏步的声音，还有那个踢声步的声音，而且非常的大。我好像有听到踏步声了。我先睡了。到踏步声呢？我先睡。是不是觉得背后凉凉的？不能玩。干嘛？床边故事，鬼话连篇哈。爸爸爸没有，我想家。班长，何尝不也是想家呢？班长，我也好想家哦。好，班长明天早上就带你们去跑3000公尺。跑完之后，如果还想家，我们就跑6000。跑完之后，如果还很想家，我们就跑12000，如何？班长，我不想家了。哦，你呢？报告班长，这里就是我家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